你那手没地方放了，刺挠啊，住不了。干啥呀？慢走，不送，拜拜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即肯定，快走吧。30-2的渣男啊！哎，你住吧，住吧，住吧。早这样不完了吗？脱裤子。这你屋啊，晚上别瞎溜达，行吗？你家洗发水好闻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家洗发水好闻吗？你别烧啊，姜饼。防我呢？你别进来！你这个人小你别，你都是你越界了！妈，这小臭味儿！给你，给你，我要了！摄像头！我伺候了！你给我正常点，江哥，我求你了！我第一次看这样，我有点害怕，真的。你再指我一下！你他妈有病啊！你是不是有啥癖好啊？你有？没吧，没吧。我伺候了！你去哪呀？睡觉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别烧，你那个小动作你给我少整，当然没可能啊，江玲。哎。哎我操！你们疯了？这晚上睡觉了吗？这我床。给你留一班吗？我说让你住那屋，你为啥不住啊？我害怕。我也挺害怕，现在。你在这屋住，明天我把房子给你过户了，别找我了啊！以后。Me va la vida, me va la fiesta, me va, me va。干什么？Fiesta, fiesta。睡觉觉了。走了。Siempre estoy de fiesta, fiesta。